实在就是 SUM。哎，嗨，大哥你好，看车吗？对，我要看阿迪斯。你要看阿迪斯，你摸我的功夫干嘛？阿迪斯在里面，我带你进去看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少年，我来讲哦，这就是你要看的阿迪斯啊，我这只是2015年出厂的啊，哦，走90,000几公里尔哦，车规只新变，有够水的哦。啊，少年嘞，看了安怎？我都睏一醒起来嘞，你搁咧看，看了安怎？我看无。啊，你看无？我讲啦，其实吼，咱的车况吼，无遐尼复杂。这车咱哦经过叶子的第三方认证吼，这就是咱这只认证书。啊，规只车来保证无事故、无泡水。吼，啊，公里数我搁甲你履约保证的，所以基本上你免烦恼。还有少年啊，咱甲你介绍了，车况其他的问题。无啥问题啦。嘿，我问张阿祖。你阿祖？你阿祖有来吗？阿祖来啊！无啦，其实吼，阿祖吼，我来个暗车，少年的我来讲吼，咱买中古车吼，无遐复杂啦吼。你迄我车有甲你挂保证甲保固吼，啊，而且你若预算无够吼，我阁有提供这个中古车的低利贷款给你哦，好，所以你通足放心甲阮购买的啦，唔免烦恼，买了就对啦。阿祖，咱车买着吼，啊，咱即摆要转，啊，安全带咱来甲下咧，啊，这只车真正买了够赞的，嘿啊，啊，坐好好哦，我要来转啊哦。实在就是 SUM。